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各位有缘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学习佛教基础知识的时间今天大家一起来学习佛教的八声道八声道下面我们播放到PPT 啊共享啊这个 PPT 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啊做工上次 PPT 啊往一半啊不动了这次大家看着一旦这个 PPT 不动了到时候提醒我一下啊Divine, 有八正道的学习啊。八正道啊是指获得最终解脱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八正道是四圣谛中道谛的具体内容。八正道包括正念、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通过八正道的修行就能通往成佛之路。我们先看南传的释名。八正道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因为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界涅槃的八种方法和途径。第一，正见。为人希望无漏道见四谛分明。破外道有无等种种邪见，是名正见。第二，正思维，为人见四谛时，正念思维，观察筹量，定观增长。第三，正语，为人以无漏智慧，成摄口业，远离一切虚妄不实之语。是为正语。第四，正业，世人以无漏智慧修摄其心啊，为人啊以无漏智慧修摄其身。第七，正念啊，为又作第一，为如实意念诸法之性相而不忘失。第八，正定，为人摄诸散乱，身心寂静，决定不移，是名正定。大乘准提法啊，这样讲，正见。录了一部分啊，那。八正道啊，主要是啊，在正道地时啊所行的修行方法，佛陀呢给了规正。那在八正道中啊，有一个正命啊，我知道啊，正命呢啊，它是呢出家人的啊生活方法啊，那其他的呢？都是身与意的作用如何来通过这样的修行达到小乘的目的。那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又从呢八正道演化到六波罗蜜那就是布施、持戒、容忍、精进、禅定和般若。所以说到发展到大乘佛教实际上是以六度替代了八正道的修行方法。那他们两个有差异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乎是没有差异。那最大的特点是
在六度中有了布施，也就是大乘佛教增加了修行与众生的关系啊，存在啊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啊，这些都是啊修行人啊和众生的这种相互关系，而这里呢，在八正道中啊是没有的啊，这是啊八正道和六度的关系。那我对我们现在的众生啊，现在的学佛人啊，学习八正道啊，是了解啊六度的前身啊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在我的这个几十年的修行中啊，以及跟更多这种佛教的法师啊、居士啊、道友的接触中，那么在汉传佛教这儿啊，对八正道的理解啊，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理论理解的层面啊，用到八正道修行的啊，还是啊不常见啊，基本上都是用三学六度来统摄汉传佛教的修行方法啊啊，那么密乘呢是用身口意的相应来统摄修行。那么我来讲，我用不用八正道呢？啊，我是也用的啊。大部分人用八正道，是把它呢看成啊判别自己的行为和其他人修行行为的一个方法。你有没有正见？你这是不是正思维？是不是正语、正业、正命啊？啊，你是不是正命啊？你这个啊求生的方法啊，是不是佛陀啊指出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啊？以及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啊，那它下面啊，实际上啊，重点是讲到。你是不是啊行了中道的思想啊，过于追求苦，过于追求乐。那到现在大乘佛教啊，我觉得真正的用处可以把它也作为一个啊比较宏观的看我们修行人行为各个方面是否端正的一个方法啊。那用得过的人呢，把这八正道当成把戒刀了啊，会指责别人，哎，你这没有正见啊，不是正思维呀、啊没有用来约束自己啊，实际上呢我们更来啊要约束自己啊。那么啊最重要的呢还是知道啊八正道啊和六度的这种啊前后关系啊，然后呢啊也要知道啊它的相互关系啊，最后我们还是要落在准提法修行上，就是我们准提法、准提行者啊，如何来啊理解和学习八正道啊，这个是啊作为我们处于准提法修行者这个当下啊来理解好啊八正道，我觉得这更有现实意义啊。八正道最初是释迦牟尼佛针对婆罗门教、耆那教的苦行主义和六识外道中一些派别的享乐主义而提出的修行方法，在他看来，苦行主义啊，是对自我的折磨，不会带来什么收益；而享乐主义啊，沉迷于寻欢作乐的生活，更会通向毁灭之路。就此提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是名八正道。修行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沉迷于贪欲寻欢作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通向毁灭的道路；二，自我施加苦行折磨，这种生活是不会带来什么收益的。在众生目前所处的时代，准提法特别强调出世入世的修行，在对在家居士，如果处理不好，
家庭、工作、生活、学习与佛教修行的关系，就会背离佛教的中道思想，偏离正确的修行。因此认真学习准提法，认真学习准提法的判教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啊，涉及出世修行方法与入世修行方法的中道，法身与报化身的中道，自度与度他的中道，娑婆世界与极乐世界的中道的正念。这里啊，我想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佛陀呢是提倡呢真正有意义修行的方法就是中道的方法。那现在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有些人呢是身出家心没有出家虽然呢出离了现在这个家庭到了寺院呢仍然把家庭这一套的观念用于寺院的人际关系中就是出家行在家法这是呢也是佛陀讲的反对的。还有部分呢，在家人呢行出家法在家人结果这个戒律啊各方面搞得比出家人还严给自己的家庭啊给社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繁重。在这点呢，我得讲太虚法师的关于居士修行的那里内容也详细的讲了那么在这点呢，也是要遵守佛陀的这种中道思想这是八正道之所以提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缘起。八正道的正念呢，有两层含义正确的见解就是对缘起论四圣谛等佛教教义理解信服并坚定不移的奉行，这是八正道中最根本的方法因为有了正见，才能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破除外道的邪见。只有讲正见作为基础，才能精进不懈的修行这种修行呢才有意义。二，提倡不苦不乐的中道修行方法。作为准提法，正见就是要依据准提经典《两经一解》，依据《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为核心，对准提法的理念、修法系统认真的来学习，指导和矫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思想作为考核自己是否能正，是否在正道的标准。心要中道大师也讲不明此心修法无益没有正见所有的修行都是没有意义的以为修法原来结业正见非常重要从某个道理来讲如果你想修密法以信为核心，如果显密双修特别是显宗的修法，那你一定要明心所以说对于准提行者最重要的正念就是依照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为核心心要集的显密理论掌握的非常通透。你要不能掌握透，那你就能认真的听已经掌握透的和写作好的道大师的思想，我们道大师的传承听话认真的修准提咒那这两个你都不走的话，那你就失去正念，失去正信了，而正信呢是一切法的基础缘起论呢是准提法最核心的思想，正是在缘起论的基础上才有准提法的理念，也就是正思维的产生。特别是准提咒包含的
出世入世圆融的思想，正是佛陀中道思想完美的体现啊，是准提菩萨对慈悲的加持啊，因此要好好学习准提中的六大特点啊。啊，讲一下正思维啊，云何为正思维呢？诸比丘啊，出离之思维，无愧之思维，无害之思维，诸比丘啊，此名为正思维。没有贪嗔等烦恼的情况下，以正见观察思维，如理作意，做出各种决定啊，故又名为正欲或正智，是指在正见下无秽的愿望和无害的智慧啊，无害的志向。准提行者在正念的基础上，一定要具备出离心啊，并升华出离心啊为菩提心。具体表现为发现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大出家思想，同时按照无害思想正确的思考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提倡创造价值的缘起思想，要认真学习准提理念与正见正思维的关系。正语言，纯正清净的语言，合乎佛法的言论，也就是不说谎，不谩骂，不诽谤，不恶语，不暴语，而使用友善纯洁的词句。准提咒常常升起于我们自心，当我们心中的土地种满佛苗，杂草自然不再生长。咒语是最合乎于佛法的语言，咒语是最合乎佛法的语言啊。同时大量的语言课程安排在准提法网络佛学院的教学中，提倡学习语言学、心理学啊的知识技能，善倾听，会沟通。准提行者强调菩萨四力中的爱与行，不仅呢不说谎、不谩骂、不诽谤、不恶语、不暴语啊，而且能说清楚话、爱语话、委婉的话、诚实的话、有效的话、引导的话、具有教育意义的正业啊，这正语啊非常重要。那正语啊，不是让你啊出口成章啊，满嘴佛经，而是呢，要不说谎啊，不谩骂啊，不恶语啊，不诽谤别人、骂人，还用纯净的啊友善的话来说话。在佛经中呢啊，提出了你不做什么，但是如何具体来做呀？啊，在这里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啊。那我们引用了啊语言学的这个方法啊，教大家啊，不仅知道你不应该说什么，你怎么说更重要。有的时候啊，人呢，你心呢是好心，说出来的话呀伤人，你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啊，或者你想本来想赞美别人，结果说出那个话，别人听着又酸又涩。那只有认真学习啊，许愿的这种 TA， 特别是焦点啊，你才能学会说话啊。你不仅啊知道什么不说，怎么说能够让众生高兴，让家人高兴，这真是啊我们正语啊要学的内容啊。哎呀，正业啊，是正当的活动、行为及工作，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做一切恶行啊，准提咒身与意的修行，在正业上与佛相应，同时通过
修法回向，还能去除往昔所造的诸恶业正啊，正这个业其实这啊，对于居士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正业这啊，如何是正业啊啊，如何在这个末法时代如何正业，我想等一下我们老师也会在这儿啊详细给大家阐述啊，我这里就不说了。但是这其实现在来看啊是一个正点啊，佛陀也看到了，你修行啊不是两脚在空中啊，你要行走，你要起食，你要生活，那怎么生活，这跟你修行啊息息相关的啊啊，所以正业啊这也是啊非常重要的命，正当的谋生手段啊，按照佛教标准来谋求生存的必需品，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准提行者啊，提倡创造社会价值的职业和事业啊，并升华事业和职业，为实现准提行者的快乐啊，佛教快乐的显示啊，以准提咒为功德，回向自己的事业和职业，排除自己的业力障碍，更好的完成自己在世间的事业成就。在正命的显示中，用快乐和性更多的影响身边的人对佛教产生信心。正精进啊，正就是不偏斜，不杂宁静，无间宁静。为人呢，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专精，无有间歇，是名精进。传统八正道的正精进，精进努力，离恶向善，即精进修道。这里的正精进专指呢，修禅定而言。在准提法中，提倡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专，就是精啊。每天不断的修行就是勤，就是进。每天至少108遍准提咒，非常容易完成。不减随境，不重持戒。这时间和条件呢，没有多少限制，符合现代众生的修行环境和生活的。修行环境和符合现代众生的修行环境和生活环境，在间断上啊，在间断上要求的不是很严格，只是在49天的修法中有严格的要求，不可以间断啊。只是在准提法49天修法中有严格的要求，不可以间断正念啊。以世间法来说，不生邪念的信念即为正念。反之呢，则是邪念。以修行来说，即是意念正法啊，如四圣地、八正道、四念处及菩萨道等等修行方法为正念。八正道的正念偏重于定学，即使啊你所修的啊梦或者静啊，要保持它成为正念，没有办法保持它，即失去正念正定。正定即静性，不向外持散。正定有初禅至灭尽定。禅定时的心呢，不外乎有两种，一是指怎么地即入定，心一静性并非不起念，而是念头保持在单一的定境中。观譬如者那，与定中起智慧，用佛教观察实相啊，修止能降伏烦恼，但不能去烦恼啊。修观能去除所对峙的烦恼。准提法的真言修法的原理啊，超越了这一点。准提法是把正念和正定合二为一的修法。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啊，中有一合要思想。是果乘法的特点啊，就是我们在
念诵每一个咒语的当下，都具足了正念和正定的功德，具足了戒定慧的功德，不需要另外追求一个境界，它当下就是。正念与正定如直树，念佛如取果，果为佛果，不是我们正念和与正定的果，而是佛果。这是自利解脱与他利解脱的不同。这是自利解脱与他利解脱的区别。在显明宗成佛心要中，准提咒十大功德中有详说。请谨记啊，持咒的当下，我们的身与佛的身与是相同的，因此每个咒语念诵的当下都具足了八正道的功德的身正业正命正气与正语正念正定意正见正思维那么对于准提行者来讲那么修好我们的身与意按照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思想来统摄自己的佛学之见就是正见那么按照准提法的这个特点来呢指导自己的修行那就是正思维正思维的意思还是要你有正确的愿望要学会发愿在道大师心要的指导下发世间的愿望和出世间的愿望就是你的正思维正思维那以准提咒的修行为正语以准提咒的统摄圆融为正念和正定并同时呢学习爱语学会说话会赞美别人会倾听让家人的周围的人呢都给他们带来语言上的这种法布施就要修语正业正命这正是你出世入世平衡关系的问题那在这个末法时代只有准提法才能让你获得正命只有准提法让你在这个共业中没法正命生活的那些恶业得到消除转你的邪命为正命这正是对八正道对在末法时代用佛的力量对你那个正命的矫正那学院的法会可能也是针对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那只有在上述基础之上你这个正勤才有意义你的正精进呢才有意义要不然的话你就邪定坏事越精进勇猛坏事业力越大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就是认真学习显密圆通成佛心要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的核心思想已经是非常明白的用学院的这个理念学院的准提理念学院总结的准提咒的六大特点那就是在落实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因此我们呢可以反过来用八正道来反观我们准提法网络复习院或者我们准提行者来如何修行这是符合八正道的思想在另一个反观我们看道大师的心要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把现代人众生遇到的问题都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因此呢我们在学习八正道的时候更加让我们感慨这个能够今生能遇到准提法的不容易特别是能有道大师的显明圆通成佛心要要系统的给我们指出了正念我们就按他的这个正念
来展开一切修行啊，而不是呢你修着道大师的准提法啊，却不按道大师这来做啊，啊，实际上呢就失去正定了啊，啊，你不专横啊，啊，所以说啊，啊，修什么法啊，就念什么经啊，经就是条道路啊，啊，你的目标是这个方向，你就不念这本经，不按这个道理走。啊，你去往东方的一个 A 城市，你去开着 B 城市的导航，啊，那就八正道嘛，啊，就背道而驰啊！啊，好多人说修着道大师的这个准提法啊，去看着别的这个总结的经典啊，你不按道大师的说法做啊，那就失去了正见了啊。因此呢，我觉得啊，八正道虽然到大乘佛教是以六道来统摄。但是他呢，确实是，也八面这个照妖镜啊，看看我们的行为、观念、身与意啊，我们的做修行是不是在佛陀所说的正道上啊？他呢更加具体啊、详细的啊，展现出我们身与意应该如何做、如何修。